来看一下意外消息，这是台铁这苗栗东路路段来传出事故，有一班这路南的过山车，今仔七点通经过南市磅空的时，弄到一个查甫人，这查甫人当场不幸归案，原因即马正在调查，台铁是赶紧来应变，即马交通已经恢复正常。台铁人员赶好铁棒，为事故列车上旅客，接驳到另外一个过山车，而警方嘛到事故现场来调查。列车驾驶讲起事发的经过，也是非常惊吓。一瞬间呢，他从躲在那洞洞里面爬出来。四号上午七点左右，这个是空一一处的过山车，行经苗栗东路路段南势磅空时，当要出磅空的时阵。弄到一个男子，虽然紧急动车，还是造成男子不治。警方嘛伫旁开拍车空，找到疑似男子的物品。台铁表示，这个是空一一处的过山车，是为新竹开往彰化，上午七点左右伫东路发生意外。事发了后，台铁将苗栗甲东路之间的西正线改做单线双向行车，嘛建议调派另外一撮南下过山车，将乘客接驳继续南下。火车误点了，不知道。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将旅客接驳到铜锣站，然后再用其他的列车继续续行。那后续的事故的话，就是我们交由警方来做一个调查。由于是连假第三天，拢是运输的高峰，这起事件后代替人员是非常无闲。虽然状况伫八点五十分恢复双线行车，不过代替估计受到影响有八个列车，旅客大约1500人。事故原因还阁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